小萌生。哎呦我，你别动手，别动手，给个面子，给个面子。你再整这东西，你等着啊！别整了，赶紧扔了。扔扔扔。这个好漂亮，这个花花。哎呀，我真服了，赶紧把你声带抠出来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别再整那动静了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讨厌。咱俩一起。帮我拉下窗帘，我再睡一会儿。知道了。起床了，小懒虫。哎呦我操！你个大老爷们，别整这死动静啊！就是你天天整这死动静，烦不烦呀？能正常说话吧？能，这不叫他起床吗？起，听你这动静，我脑瓜疼。啊，对了，山炮买的啥？不是你山炮吧？你声带退化了，能正常说话吗？能。嗯？这小风车。哎，不，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没忍住，没忍住。咱今天必须没一个来。别！热死了，赶紧的，年轻回家。小萌熊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？听错了吧？啊！哎，那电梯怎么能说话呢？是不是你？不是我。哎呦，奇怪了，幻听了。巧。咱仨今天必须没一个来。别！该你了，赶紧出牌。一个三，王战，不可以哟！哎呦我操，你个大老妹，别整这死动静！就是你天天整这死动静，我脑瓜子嗡嗡的，能好好说话吧？能。一个四，不要。四点炸弹，我要赢了哟！不是你山炮吧？你老整那死动静干啥？太激动了，不整了。顺手牵羊，拿来吧你。还是你有招了。我操！无懈可击。咱仨今天必须没一个来。哎，不，别，你等我俩玩完这把，咱就去吃饭。行。哎，对了，我买了个小萌熊。哎呦我操，你有病啊！一个大老爷们整这动静，我头疼。就是，谁家大老爷们天天喜欢风车呀？赶紧扔了，听见没？扔。哎，这小夹子。不是你山炮吧？你老整那死动静干啥？跟你在一块儿都觉得丢人，你能不能别说话？能。哎，你玩这是啥呀？狮子狗。咱仨今天必须每个来。别！哎，这怎么有夹子呢？哎，可能谁丢的吧？哎呦我操！什么动静？小夹子。哎呀，我操！这夹子怎么能说话呢？不是不是你？不是我。奇怪了。啊，姐姐。来，咱仨今天必须每一个。别！走啊，别忘带东西啊！哎。哎，等会儿，哎呀，差点忘带他。小萌熊，啊！不是你有病啊，大老爷们，别给我整这死动静啊！就是，再说你出门带风车干啥呀？赶紧扔了，听见没？扔。张张，小夹子，不可以不理人家哦，哥哥。你是个山炮啊！别整这死动静，要不我俩踢死你！来，咱仨今天必须没一个。别！上车，走。这个车车到屁股。你有病啊！你个大老爷们整这死东西干啥呀？就是，你再说一个车坐的能有多烫？娘们儿急。哇！哎呀，打车吧。啊！小文车。不是你山炮吧？别整那死东西，多丢人呐！赶紧扔了，听见没？行。师傅，停车！咱仨今天必须每一个来。别！一会儿去我朋友家，你别整那死动静。哎，我知道，那就你俩。走吧。哎呦啊！别！不整了，没忍住。好好的。行。来了，兄弟。哎，这位是啊，我朋友大牛。哎呀，你好。穿拖鞋。什么事儿？哎，听错了，是外面的声音。丢不丢的？别整了，死东西！没人中，别整了。我就是要气息掉，一直扭开。哎呀，这什么动静？哎，这感冒了，嗓子不舒服啊！对。不是，就去年我几天没见你，你连姓名都变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刚刚都听到了，那根本不是他发出声。大牛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的是？不是，这绝对不是。哦，我错怪你了，不好意思。对呀，我是你家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
啊，我错了，没。真的快要洗掉了，你再整这死动静，别逼我拿针把你嘴封上。先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开门进屋吧，热死了。专业开锁器，我还是专业的小夹子呢。你有病啊，你拖鞋卡嗓子眼里了，又没有帮你偷出来。别先开门，开门。红包子，别在这杵着了，赶紧看丢不丢东西啊！等会儿我马上完事儿了。你在玩什么呀？没，我就看你玩啥呢。我玩的是左下角这款游戏，人气火，玩法多，暴率高，上线就送古天乐同款绝版时装和 buff 人名，攻速直接拉满。我也要玩，正常点儿。现在点我左下角链接进入游戏，还能瓜分百亿灵斧，气兄弟就来啃我。哎呦，我东西丢了啊！丢啥了？我小魔杖不见了。你二逼吧，那破玩意我早上就给你扔了。哼，我今天必须。啊，这算了，没丢别的就行，别整那死东西了啊！讨厌！我操！快走，热死了。我好凉，手冻了。你有病啊！一个男人整这死动静，我现在非……别！天气热，别心烦气躁，咱找个车走吧。别整了，走，找个车去。哎，这有一辆啊！快走！小风车。哎呦我操！我现在非得把你声带抠出来，看看什么样。不至于，天太热了，赶紧走吧。别整了。哎，不整了。好疼！那个姐，我大屁股。我就是要窒息掉，一直扭开。哇操，你有病啊！一个男的一直整这死动静，你变态啊！就是，再说一个瓶盖你都拧不开，爷们儿唧唧的，一点也不爷们儿。哎，干啥呢？啊，跟女神聊天呢。哎呦，可爱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山炮？你别整那死动静，我这马上都成了。哎，进行到哪步了？来看，他都跟我说晚安了。小舔狗。哎呀，我操！你声带退化了。别算了。哎，你这按键挺好看呀。这个是新飞输入法，我用的只是其中一个，里面还有好多呢，有酷酷的，还有可爱萌萌的超级皮肤，打字还有声音，特别好玩。好漂亮。你是。今天咱俩必须背！不是，别整了啊！哎，你买新鞋了？啊，好看不？啊，你好漂亮！哎呦，我操！你在狗叫什么？别整这死动静，烦死了！就是，赶紧走吧，快点，电梯要关了。来了！谢谢。不是你山炮吧？丢不丢人？这人多，别整这动静，行不？不整了。小夹子，哎呀，你真不好意思啊！你是山炮，你再整个死东西，我把你声带抠出来！别整了，讨厌！今天电梯里必须没一个来。